各位好，明天开始讲怎样挑选合适自己的鱼竿。你到渔具店，琳琅满目，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啊，哪一种最适合你？我走了很多弯路，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共同学习，共同进步啊。谢谢观看啊，这个不需要点击率啊，只需要共同爱好啊。这是鱼枪。这个在远海用了大鱼可以用它来射，啊，这个是钓金枪鱼的，啊，这钓金枪鱼的，这是电动轮，这个国内很多，这个是钓金枪鱼用的，啊，这以后慢慢讲吧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，谢谢。